回车了。这绥化高速上啊，得有100台车相撞，都刹不住了，后边还咣咣还撞呢。老实车，回不去了，往过走。哎呦我天啊，又一起，哎呦我的又撞，哎呦我天，飞了，冲飞了，全都爬出来的。等会儿，没事。这车，江壮，我们车撞飞了，人没事儿，人没事儿，人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就是从翠花湾村口镇走。